这叫向天果，英文叫 sky fruit， 马来文叫 buah tunjuk langit。别名为所罗门向天果。向天果的由来是从所罗门群岛药物学家研究发现，所罗门群岛的民众得到高血压、糖尿病、皮肤过敏、内分泌失调的发病率低于全世界各地，因为他们长期都有服用来作为保健。所罗门向天果对于糖尿病、高血压、高血脂、皮肤过敏、心脏病、气喘病、性无能、肝病、免疫力低下、体内多病者、不孕者、口臭、高胆固醇、便秘、神经痛、消化系统毛病、内分泌失调、肿瘤等都有极大的功效。向天果有助于调节人体各器官平衡，保障每一个细胞正常活动，促进微系统血管流量，提高人体免疫力，确保人体器官组织功能操作健全，能促进血液循环和预防血管阻塞，能够帮助预防心脏病和中风，对于治疗糖尿病、高血压、过敏性疾病、内分泌失调有非常好的功效。向天果含有多种天然蛋白质、维生素 A、B1、B3、B6、D1 及叶酸、铁、钠等人体所需要营养的成分。向天果也有黄酮类，有促进血液循环、预防脑血管阻塞引起中风，也可以预防老人痴呆症。它也可以降低脂肪的累积，也能够改善降低血中的胆固醇。类黄酮能促进以及防止组织发炎，达到自然抗体的功效。如果我的影片可以帮助到很多人的话，请你分享给大家，点一个赞，在留言下写一个加一，下面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看，别忘了订阅我，谢谢你的收看。